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酱油。今天这支视频呢，还是年末的购物分享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 Colourpop 这一袋。然后我买的大部分呢，都是单色的眼影，就跟大家呢边试色边拆盘，拆到这个就底泡到这个空盘里啊，准备了两个空盘。对，然后有一些单色眼影呢，是它12月月底还是1月初，就是它出了24个新色，虽然没有把24个新色都买齐，但是大部分的热门色都有。然后网上做这个 Colourpop 的新的单色眼影的反馈非常非常少，其实 Colourpop 的单色眼影的反馈华语博主做的都比较少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有几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，一定要去买。那就跟大家边底泡边分享一下吧。我也不是所有的都用过，就有的是拆出来试了试。好，那有两个盘子，这个大盘子打算装一些暖色调的，就是比较常用的常态色一些的。然后这个小一点的盘子打算装一些 cool tone 的，一些冷色调的，然后像什么孔雀蓝啊，然后紫啊之类的。好，就跟大家试一下。好的，我们首先先看这个。这个就是个孔雀蓝的，这个颜色叫做 Conjure Up， Conjure Up 都会把名字打在屏幕上的，因为这可能对焦对的不是很好，是这样子一个绿色的，还挺好看的。是一个雾面的，纯雾面的绿色，哇，很糯哎，摸起来感觉还不错。哇，很显色，很显色，应该是比较好晕染的。感觉用手指晕的话，也一般呢。晕染力我觉得一般，感觉晕染力一般，就是显色力做的比较好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黄色的应该是这是新色，新的黄色，这个叫 Two Birds， 两只鸟。它的包装其实都一样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要把别一下打开了，这个是金色的，看起来跟那个 Paper Tiger 挺像的吧，但是它是有金闪的。哇，这个很舒服，这个金色的延展性肯定很高，对，这个金色延展性很高，很舒服。这个质地是绵软的， Colourpop 做这个有闪的这种材质做的是真不错，盘里的做的也挺好的，就彩盘里的做也挺好的。我这个真的很好看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叫做 Sidetracked。这个叫边缘跟踪的意思吗？这个是一个比较会常，这是我比较会常用到的颜色，就是肉色的。好，试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个也很舒服，这个质地，这个是我最会常用的颜色，就是我喜欢用这种暖调的有点橘的颜色，但是有点偏肉粉的这种颜色，我觉得这个画眼窝非常好看。这个应该是，这感觉有一点点细微的闪片，但是看在手上涂起来的话还是很偏雾面的。我这个持久力很好哎，你看怎么搓都不掉，很厉害啊这个颜色。好，这个色呢叫做 Conundrum， 应该是谜题和谜语的那个单词的意思吧。这是一个咖啡色，咖啡棕色。摸一下，这个应该是雾面的质地。对，雾面的，这个雾面的质地做的比这个绿色的要好很多哎。这个是比较绵软的质地，这个有点干。这个质地做的很好。这个很喜欢这个颜色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呢叫做Carrot Cake， 这是一个新色，应该是。
这是一个更金一些的颜色啊，这个金色是非常金色了，像这个就是有点橘金色嘛，这是橘金色，这个就是金色，嗯，它的盘，它颜色和盘里看起来就很相近，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金色的质地。好的，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呢叫 Rare 应该不是个新色，啊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。哎呀，刚才被划了一下。哦，这个摸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，嗯 ，Rare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，哇，这是一个有偏光的颜色，这个颜色感觉很美。这个颜色叫 antimatter 反什么？反物质吗？是有这种词儿吗？还是它是一个制造的或者是学术的词？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！这个偏光能看见吗？我要看一下镜头。好，对，是能看见的啊，镜头里能看出来这个偏光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忍不住赶紧试一下。哇，这个好舒服啊，这个质地好舒服啊。哦，你看，看起来有点孔雀蓝，但是上来以后上在手臂上有点紫，有点暗紫色。哦，但是这个质地好舒服啊，这个如果画 car crease 的话，我的妈呀，肯定很好看。哇塞，好，放这儿。好的，我刚才看又看见一个紫色，这个叫做 Quantum Sleep， Quantum Sleep， 如果我读音不对的话呢，大家记得在弹幕里纠正我。 Quantum， 这个也是个蓝色的，哇塞，这个蓝色好好看，哇，这个也很舒服，这个质地，哇，这个很够显色，比刚才那个要显色很多，而且很正的一个蓝色。哇塞，非常正啊，这个蓝色。哇，真的好好看，这个蓝色真好看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颜色是 Made to Last。好的，这也是个肉色的，玫瑰的肉色的，有点偏粉的颜色，嗯，很好看，这个应适合打底的颜色，挺好看的，描绘眼窝都不错。这个是纯雾面的颜色。好，接下来这个，哦，这个好美啊，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叫做 Paradise， 天堂，看看天堂色长啥样啊，非常美的颜色，哇塞。这一个比较偏冷的，哇，看看这个显色力度，嗯，怎么在胳膊上的显色度不够高呢？啊，是我用无名指上，啊，还是够高的，能看到吗？哇塞，这个玫红色好好看啊，这个玫红色非常的那个，Huda Beauty 是吧？非常那个沙漠盘。好，这是一个，肉皮橘色，这个感觉也有点偏光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叫 Ready All Yet， 嗯，这个也是 Colourpop 做质地做最好的一种质地，我觉得这个打卧蚕应该也挺好看的。这个虽然在盘子里看起来就是挺有点偏橘，但实际上感觉没有特别橘，就是有点闪的感觉，嗯，有点闪的感觉。这个可以打卧蚕，也可以打眼头和那个提亮眼球，就点在眼球的中央，这个颜色不错哎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什么色啊？这个叫 Super Zone， 也是个绿色的。这个应该也是有偏光的吧？能看出来吗？哇塞，你看，这个完全是高显色的。哦，相当显色，这个青绿色的颜色也是好好看的颜色。哎，这几个冷色的这种
蓝绿色的，我都没有买错，我都挺喜欢的。虽然可能日常用起来的时间不够多，但是我好喜欢，因为我一直想买一个这种蓝绿色的盘。好，这个颜色叫 Heavenly。我感觉这一盘里的就是深一些的这些蓝绿色好像都跟天上有关系，要不就跟什么物质啊物理那种有关系。这个感觉也是一个偏光的闪色，应该是，哇好看哎，这个颜色也好看， Heavenly 天上的。嗯，这个亮片这个叠加力还是挺高的，对，然后质地摸起来的感觉手感也是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个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放这儿。这个卸妆湿巾我用的是这个 Apu 的，不怎么好用，所以现在沦落到被我卸湿色了，没法上脸卸，只能卸卸胳膊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这是 Glass Blue， 这个是挺火的一个，算是 Colourpop 单色的这个。粉状眼影里比较火的一个颜色了，对，是这个大亮片的颜色。这个颜色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颜色，嗯，也不难看，对。但是不如我之前试了一个新色的，有一个颜色很好看，我找一下，哎，就这个。因为这个有点碎，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压了压。这个叫 Miss Sideman。这个好看，是不是？这个更红一些，然后更暖一些。哦，这个颜色超好看的，这是个新色，大家去买这个颜色吧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啊？但这个颜色好好看，这个颜色我超喜欢。好的，接下来啊，还是拿哪个说哪个啊？这个是 Up and Atom。Atom 是原子吗？是原子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也是有点偏光的，有点香槟，然后偏橘金色的颜色。哦，橘色的，橘金色，好看哎，这个好看哎，这个颜色很像 Kate 我买的一盘里会常用的这个颜色。哎，这个很好看哎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这个颜色叫 Crackle， 这个颜色也很相近，它的新色估计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了。Crackle， 哎，这个也是，应该是比刚才那个颜色要再深一点吧。嗯，都是 Colourpop 做质地做最好的。哇，在这个颜色更金，哎，都不难看。这两个，晕一下，再加一个棕色的雾面色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看的橘色的眼妆。嗯，它俩晕起来应该效果，一个渐层感的效果应该非常不错。好的，啊，这些都是类似的。这个颜色叫做 Sea Stars。雾面的，这个颜色感觉很像修容色哎。嗯，这个质地摸起来好像一般呢。哦，上色力度倒是很好，很好哎，这个上色力度，这个不大适合当修容色，太暖了，这个颜色偏红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叫做 Heavy Glam， 一个亮一些的橘色，蜜桃橘色。嗯，这个显色程度好像没有特别高哎，是蜜桃色的问题吗？这个我觉得一般，而且这个偏亮，这个一般哎。嗯，对，放盘里我也不大会想着用它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偏亮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是 Baby Lights， 这个也是一个偏光色吧？试一下啊，这个颜色好看哎。这个颜色没有很什么，但就是没有很显色，但是它就是有个金光在，对，跟盘里的颜色不是太像，盘里颜色感觉画出来比较深嘛，但它其实就是一个
金色的一个光的颜色，哎，这个应该叠加眼球，不灵不灵的也很好看，这个很美，哎，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这个叫 Baby Lights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叫做，这个叫 Wishful Waking， 祝愿性的眨眼吗？这个也是个冷色的，来试一下，哦，偏光色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，对吧？你看，就是盘里是这种偏蓝绿色的，但实际是在胳膊上很暖哎，这个就是那个橡皮泥色里也有一个类似的颜色，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叫四还是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好久不用橡皮泥忘了。对，你看上眼以后晕以后就是很暖的颜色了，虽然它是个暖色的，但是还是放在这个盘里。好的，说了快一半了，接着来啊。这个颜色叫 Earthshine，漂亮漂亮，没没没没，这个颜色没。这就是一个有偏光的这个闪色，我看看镜头里啊，能看出来啊，好好看啊，这个真好好看。好，放这儿。这个感觉刚才那个很像，这个叫 Misty，这是个新色，这个质地不好，这个质地没有刚才那个好，就摸起来是最上面这一层的问题嘛，我把这一层磨掉啊，再试一下，好像这样就软了一些了，这个好看，这个显色力度也好高啊，是吧？显色力度很高，跟盘里看起来一样，Misty。然后接下来这个颜色叫 Thank You Next。这个刚才跟 Misty 很像，哎，这个也是有偏光的，偏红和金橘的偏光，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哇，这个好闪，好显色，哇塞，这个怎么这么显色？哇塞，这个很绵软哎，这个质地好舒服啊！哇塞，能看出偏光来啊，就这样子感觉是橘色的，然后稍微偏一偏，有点暖红色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很不错哎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这个叫 Take Flight，黄色的，不知道这个黄色，这种明黄色显不显色？雾面明黄色好像很火哎，感觉好像还可以，哦，很显色哎，很显色哎，不飞粉哎，不怎么飞哎，可能我还没用刷子上，这个明黄色感觉还可以啊，也比较好晕染，粉质不是特别干的那种粉质，挺好看的啊，这个明黄色。好的，接下来啊，这是一个银色的，这个叫做 On a Whimsy 应该是吧？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？Whimsy 不认识，也可能是我背单词以后就忘了。Whimsy 这个是个银色的，这也是非常舒服的哦，很显色的银色。但这个我没有想到怎么用它。好，银色放这边吧，这个好冷啊，这个颜色。这个银色很漂亮，显色程度也很高，就覆盖力也很强，就不是那种只有闪片的那种银，就那种 top。不是只有闪片就只能，提亮的那种银色，完全是一个覆盖力很强的银色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颜色是啥呀？这是 Play by Play，这个好像也是个热门色吗？好的，很绵软，这个质地很绵软。哦，这个偏光色好好看啊，能看出来吗？有偏光呗，就是肉粉色会偏金的那种绿金光，有绿的金光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很好看哎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颜色是 Take the Lead，这个我有看博主，有个博主说适合做鼻影色。好的，试一下啊。
这就是一个鼻影的颜色。这个不好晕啊，这怎么能做鼻影啊？这么显色又不怎么好晕，这不行啊！这我等着再试试吧。我都放这边吧。好的，这个是 Tiki，这也是一个棉黄色的。正好可以跟这个棉黄色试一下。哎，这个好像，这个没有这个好。这个是 take flight 好。这个 Tiki，这个 Tiki 一般啊。你看这个 Tiki 不显色啊，怎么回事？Tiki 你行行好。不行，这个 Tiki 不行，没有这个明黄色好。好的，还是要试，还是要对比一下。还是这个本来就鹅黄一些，它就不应该那么显，它也太不显色了。关键是真的呀，它真的太不显色了。它打底都不会用这个颜色吧？如果用这种明黄色的话，是希望这个黄色调出来的，而不是晕染晕进去的。好的，下一个。Save it for later。这个也是一个肉棕色，这是最舒服的质地，一摸起来就很舒服。那这个颜色好像刚才试的好多颜色里都有这个类似的颜色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就很像，这个就很像，这个也很像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像。但是不难看，这个 rose，金橘色吧，浅金橘色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是，这个叫 top notch 是什么意思？自言自语，好像问你们似的，没有啊，就是自言自语，然后边试色边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试色的过程。top notch，这个是个雾面的颜色，哦，这个雾面做得很好，舒服。哦，显色啊，这个好好看，top notch，好好看，这个颜色好看，这个雾面色做的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好，继续，这个叫做什么？Marian，这个是叫 Marian 吗？圣母玛丽安到底是个什么颜色？好像就是刚才这个 top notch 稍微带闪了一点。我试一下啊，哦，不是。这个颜色是砖红色，哎，很偏亮的砖红色。这个颜色也好看，这个也是雾面的。Marian 也好看，哎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个叫做 Sleeper，睡，沉睡，Sleeper，玫瑰色，好好看，这个玫瑰色好看。哇，好显色，哎，哦，好显色，你看，真的，这个也太显色了吧，这个玫瑰色。非常的那个苏打气泡的这种浆果莓色，哇，这个好好看，哦，这个我好喜欢，Sleeper，这个我好喜欢，不行，这个我好喜欢，一直说好喜欢，这个是 Over It，这个我都审美疲劳了，我感觉我的这一盘里都是这种颜色，Over It，也是一个肉，这个舒服。粉的这个，有点偏粉的这个闪片色啊，不难看呀，有点人鱼姬色的那个感觉，不是很难看。这个 Over It 也挺好看的。再看看这两个颜色啊，好的，这两个颜色都在这个冷色调盘里吧。这个就是 Paper Tiger 面的一个土黄色、姜黄色。这个 Paper Tiger 是个热门色了，这个不多讲了，给大家试一下就行了，没什么太大感觉的。不难看，姜黄色的。我在这个位置啊，姜黄色的，还是没有这个颜色好。这个 Take Flight，大家去买吧。好的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叫什么？你为什么最后一个被宠幸？这个好像叫 neutrino，这好像是中子的意思吧？neutral 应该就读 neutral，这个是个玫色的，应该也是有偏光的，来试一下。好好看，
这个是冷调的一个，也是很 Huda Beauty 的颜色，Huda Beauty 的那个 Disc Dust 沙漠盘的颜色。哇，这个不难看哎，但是这个显色度没有刚才这个颜色叫什么来着？Slipper 好好看，Slipper 好看哎，去买 Slipper 吧。这个眉色不难看呀，哎，这个眉色挺好看的。好的，是的，这一胳膊。其实 ColourPop 的它的单色眼影，它质量比那个盘里的要好很多，但是好像盘更被大家接受一些。我刚才录完，发现那个脚架上的这个相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关机了。那跟大家录一个这个结尾啊，就装好盘以后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太好看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地上已经拆出来的这个没有用的，我得赶紧把它收了，省着我妈又说我。然后拆出盘来以后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怎么这么棒？反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呢，记着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这支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给我这支视频点赞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